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Balance Master。 这个新的系列会分享给大家更加系统的训练，包括控球、脚步、节奏、身体等等。我会从最基础的开始讲，然后慢慢的进阶延伸。想要变强，一定要不断的训练，持之以恒，同时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训练方式，才会让你进步的更有效果。这也是我做这个系列的原因，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下去。今天第一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地的体前训练初级。首先，单手大力运球，低、中、高。低运指尖运球，用三指运球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提升你的手指力量。每一组的运球，我个人喜欢在全力运球的情况下，直到练到手酸为止。记录一下时间，然后休息。下一组突破极限，比如我到了30秒坚持不下去了，那下一次就强迫自己到31秒，下下一次32秒。只有每次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才能更加的有效果。这里每一组我只给大家做演示，节省时间，大家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每一组都竭尽全力练到底。大家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不要运得很没有力量，一定要尽可能的使劲把球往下拍，就算丢球也无所谓。如果你总是在你自己能掌控的范围里面练，那样效果一点也不显著，甚至可以说是白白浪费时间。单手高运3下，低运3下。在实战中，总会遇到突然面对防守者的逼抢，快速降低重心和运球。单手脚前脚侧，强化手对球的掌控力。单手变向，侧身前后运球。
单手内外运球。体前换手，低运尽量只用手指来拨球，不要带动手臂。基础的体前运球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组合这些基础运球，其实就是把上面的基础运球任意的组合起来。我们经常看到球星那些看似花哨的运球，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每一个基础运球组合起来，同时再配合上节奏。组合训练，我个人喜欢有节奏的练每一组。当然，如果想这样快速的做每一组也是可以的。
最后就是很关键的自由运球，也就是很多人在问我的控球节奏。我们能看到很多控球大师同样的运球连招，他们做下来就会感觉很华丽，其实就是控球的基本功和节奏。就像最近中国新说唱里导师吴亦凡常说的那个节拍问题，节拍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拍子，无论你在录音还是现场，你的拍子一旦跑了就会掉价。其实篮球也一样，心中要有节奏，多去训练，慢慢的就会培养很好的节奏感了。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做一些演示，就算是简单的体前基础运球也能做得有节奏。